最后一个问题问三个女生。我想问你们在休息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？我一般在休息的时间里可能会和朋友聚会，就是我比较喜欢一些益智类的游戏，比如说桌游、狼人杀，或者跟朋友去露露营。因为我平时是在广州读博士，比较枯燥，周末就会放松自己，这样。谢谢。我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带我的小狗，骑着我的小电驴去遛珠江，然后也喜欢打桌球。我平常休息的话，我会就是一觉睡到下午，然后晚上了嘛，所以那个时候会选择跟朋友一起去喝喝小酒。好，要做最后的决定了。你选择中间的女生有可能被拒绝，你自己回去，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。你的决定是？我直接过去吗？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生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生蛋糕，我对你是真的，港荣生蛋糕好吃不上火。